我的妈哟，那里面那些房子全燃完了，你们看这个烟，我操，连金币都燃起来了。金币后面那一排的房子全燃了。废油厂啊，啊那里爆炸了，化工厂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烧到隔壁厂，又烧到隔壁厂，那个风车间都完了，这路已经崩了。根不够面吧，人贵高床啊。太恐怖了！哎呦，那树都要起火了，应该的不？行不通。啊。好危险啊！而家咁，好似见啲似前啲咩咁劲啊，好多嘢喎。佢应该好呢好多汽油喺度系嘛？我哋使唔使将啲嘢攞走啦？我都煤气啊，我未关啊。呢个你唔怕好大嘅佢？依家有人报警，系都已经系咩啦？我真系惊啊！佢119应该都听到啦，咁大翻嚟。我哋个个都知佢119嗰度都唔知。怎么了？什么炸了？我操！什么炸了？燃气爆炸吧，从头上面放爆出来的，我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吓死了吓死了！哎呀姐！那房那爆出来，我看看。因为燃气爆炸应该是。啊，房子里的？啊，房子爆了。房爆了。是车肯定有损失了，你看，车炸了好几辆车。好几辆车，哎呀！公民路这老楼，应该是燃气爆炸。你看，都是开老多钱了。我的天哪！哎呦我去！没事，先去华山饭店那边。华山饭店。没人动手，拿东西，拿东西。
阳光下执法，知道吧？嗯。你觉得您做这个事情，嗯，是高楼吗？高楼吗？你这是不对了吧？不对，怎么不对？我拿东西，你们不是拿东西不行吗？不挣有钱，不挣有钱。观看呐，看看那，看看那景，神奇不神奇呀？带你们看看啊，农家院打井第六天，40米的时候没有水，然后44米的时候出水，一直就流这样，然后水已经检验去了啊，都流河套去了啊。警察暴力执法，警察暴力执法是吧？啊，警察暴力执法是吧？警察暴力执法是吧？警察暴力，警察暴力执法。警察暴力执法是吧？还抱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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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抱。给父纳妾了啊！你想是谁？哪个学院哪个？想勾引有夫之妇，有夫之妇。二零届的是2015的。烧了一个多小时了，火势还这么大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